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哎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跟宋思义不都是形影不离的吗？宋思义有妹子了，还跟我们玩。人家妹子天天陪他训练。不说了，简直就是惨无人道的虐狗。谁呀？不会是之前雕塑系那个妹子吧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宋思义就是个死心眼儿。不过我估计那妹子也被他追到了，不然怎么会天天陪他训练？有道理啊。起身，怎么走了？不打了？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啊？吃食堂？吃你的饭吧，吃饭都堵不上人的嘴。我刚采访完他，顺便一起吃个饭。与我无关。那么你喜欢他？还没有呢。那就好。你多吃点，还长个呢。你这小身板才该多吃点吧，咱们身高挺搭的。